朋友们好，昨天我们家宰了猪儿嘛，今天要请亲戚邻居些过来吃饭，趁现在还在早嘛，娃儿也还在睡，我就赶紧点把这些活络做点出来，等会儿他醒了就盼着我猪儿做不了活络，压得不得了。到这了，先把排骨拿去炖一下。丢坨姜进去，放点盐巴，等会儿再打泡子。妈。在柴火上，你弄到就歇了，没有安心的嘛？还没有，还在睡。在这方煮白肉哈，排骨我炖热点后。要得。嗯，大骨头煮熟了吃。老姜、花椒，一下先把菜拍出来。水开了哈，我把粉肠放进去了吗？要得，粉肠丢进去。娘们儿，臭得很哦。你不是换不来，你去换噻，臭很。OK， 花儿来就炒菜了，我全部给配好。我来的嘛，你。哎呀，我手都整油了，我懒得洗，快去。我每次换照片都是老实的呀。别说了，我心嘛，人家在老吃的呀。够了，就是干切切的。要得，切包谷。要得了，白肉就好了。完全跑了，宣传一下去。林姐，包裹倒在排骨头，拿一下给煮进。哟，今天雨好大哟，把那孩子。再给他点雪碧菜擦手干。做西北菜越下越嫩，再下越嫩，好嫩哦！要得了，走。都完了嘛，就没哪个抱得住的，那没哪个抱。他又想睡瞌睡了哈。就是想睡瞌睡了。来妈妈抱，哎呀，背心湿完了。你也换了的嘛。前面没事，来妈妈抱。嘿嘿。还挺完了。把还有拿起去，就你就可以炒了。哎呀，我守不住，我给炒菜去。要得。你做那海椒拿来炒肥肠哈，饭菜拿来炒瘦肉，桌上就炒泡海椒。啊，我晓得。各是各的味道。那你全部都切切的嘎。啊。我就是把肥肉端过去切，这厨房就平给你了。哎，娃儿呢？他没抱着呢，人家背对着抱就不哭，哪个抱他都不要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他让你去吃，你哪能够对着他？要把我听清楚。看，哎，妈妈要啥子？我都才想起，有客来，干脆把椅子坐起，你去喝点蒙果干面吃嘛，后头有没别的水果的？好。好。有三个熟人的，你给换了。分一好了。还有，不够啊，还等好了来一桌两等。肥肠我咬你，然后把你给拿到嘛，分你就可以了。啊，要得。啊，要得了，洗了。三百块，端起的嘛，我们分你。放点花椒，小绿菜。要得了，端起去拿我们分。来，拿水。拿鱼。大葱下去洗锅了。
放点花椒，还有椒。来嘛，吃饭，刚开了嘛，刚开。要得要得，放我给你切一盘。要得要得。哦，还放点盐，洗着嘛。来来来，放进来，都开始。来，还是我们三个继续，继续打斗。我想上路都不敢开耶。我那嘛，八哥。晚上多少就开路上了。啤酒就是五瓶一桶啊，大哥。是吗？不是的。十瓶啊。俺们我喝个瓶。你们家有喝酒，我们家有喝。要喝你们自己啊。那边少，那边。我那边少。这儿那个。哎呦，年纪还大，多少年了都？多少年？多少年？味道好，都闻到。啊，捏到个大葱，哈哈。那不怪我弟弟，没事嘛。要走，你要喝不吃，喝酒啊。吃完饭喜欢打牌，打会儿牌，吃完饭再走，反正下雨没事。我说的像在医院的那种。不要了，我高兴。来。大哥，好，好，好。可以啊，坚持水出。嗯。